好像你小弟弟，有吗？所以今年贵庚了？一根。28了吧你？啊？你28了吧今年？没有啦。还没有啊？27而已，你住过我家。才差一岁，我又没有加三岁，哦、对不对？你差我几岁？啊？你差我几岁？27吗？我25。哦，两岁。你知道加三岁的意思吗？多少岁加？什么意思？没事。如果改天人家问你的话，你可以讲哦，我刚好30岁，因为我要加三岁。什么意思？第一岁，第一岁的一岁呀、啊！什么东西？可以去问你问你妈妈。Oh, OK OK。哎，为什么可乐今天晚上叫我加三岁？可是我每次跟人家讲我不够睡。真吗？你不够睡，有一点。真的不够睡，太忙了。啊，哇，太忙了！最近在忙什么？因为我早上有做工。哦，是吗？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早上。哎，你的头有拆的，你的头有拆的。是的。啊。哪里？你看看。你看有拆的。真的、啊。为什么你头会有拆的？有没有？有啊。哇，他偷有蜘蛛哎！难道你是蜘蛛精？不是啊，你带来，你从你家里带来的蜘蛛？他可能从上面掉下来。OK， 啊，所以你最近忙什么？突然是我打断了你的话。没有啊，我早上有做工，哦、就是做那个关于我之前大学读的，就是工程师。哇，又长得帅，又工程师嘞！然后晚上呢就热爱的这个歌唱，歌对对对对对，是。那有时间交女朋友吗？没有，我连试试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真的吗？所以现在还单身吗？是单身。所以阿弟阿哥啊，你的女儿，如果你家的女儿还是孙女啊，哦，那是单身的话，有意思，可以来找我，欸、我做个媒婆啊。如果事成的话，包一个8888给我就可以了。没有问题，是为什么你要问人家？你不要问你自己。我，我不适合你啦。是吗？你也不适合我啦。怎么？你要走出去，我保护你，不是你保护我。我很小只咩？你不很小只啦，你比较小气。什么小气？哎，OK 啦 ，OK 啦，怎么你喜欢我咩？没有啦，我问一下。哦，你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吗 ？OK 啦 ，OK。真的吗？嗯。什么叫 OK 啦 ？OK， 我条件很高，你 OK 啦 ，OK。OK， 你讲出我身上的三个优点，如果你要娶我做老婆的话。OK， 第一点，不要脸。好，谢谢你。你们哈哈哈笑什么？哈哈哈，你笑太大声了吧你 ？OK， 然后第二点呢？第二点，很阳光。OK， 阳光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就是阳光可乐。OK， 第三点，很三八。为什么全部都是缺点的感觉啊？三八很好啊。真的吗？是。你们为什么会讲我美丽，身材很好？然后现在慢，然后也努力做工。美丽不用讲了，大家看得到的。是吗？讲那个优点是人家看不到，其实三八的看得到。三八蛮明显的，显这个大哥。所以你觉得我美吗？美。真的吗？嗯。OK， 啊，你打电话给我的妈妈，讲要娶我啦，直接娶回去了。这样快啊？啊，直接娶回。没有的 desk 啊。没有的 desk。可以退货吗？呀，不可以退货啦，哪里还要退货？有没有淘宝啊？七天里面可以退货。可以吗？退货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我会选择你，因为哈、哦、别他们全部都觉得我跟谁很配，懂吗？歌台一个，他不高，然后又有一点胖，张雄，对他们竟然讲我跟张雄很配，我跟我妈讲我当尼姑啊，跟张雄一起，OK， 如果张雄跟你，我选择你，哦谢，不选择你，我要选择阿龙了，哦、阿龙哥，哦、龙哥，可以，龙哥再娶。好了，祝你这个工作顺利，谢谢。好吧，而且最近很厉害哦，人家原唱哦，唱了一首啊这个青岛美非常爆红的一个剧，叫做《你的世界我们懂》。对，这个电影不是电影，这电视剧呢，电视剧很多人都喜欢。然后它红到哦，因为它的故事是讲说有一个自闭症的儿童，嗯，然后就是算是一个缺陷吧，嗯，就是 disability。然后那个 Bubble Barrier 你知道吗？你问我，我哪里会懂？你要跟问南天哥懂不懂啊 ？Bubble Barrier 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要来宣传说我们有缺陷的儿童的一个东西，对对对。然后他们就叫我去唱这首歌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。然后唱一下李显龙总理就站在我前面听我唱，然后我有点开心。真的吗？你有跟他合照？有，我有跟他拍照。有 post 在 social media 对不对？有。觉得人生中做了一件很值得的事情。对，我跟人家讲说，我今年哦唱到两个都是很大场的，一个是唱给总统听，一个是唱给李显龙听。哇，太好了，真的嘞，都不。以前27年都做了什么？今年才真正觉得有在做事，是不是？慢慢的耕耘哈、哦，看看大家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的机会给我。对，来唱两句一下，看他们回味一下。好，他们可以要打一下广告。